Hello， 麦克婷姐好，就少的下午好。今天我们来到 Horizon Hill 这个高级住宅区哦。如果是在看这视频的朋友，有在找做 Horizon Hill 的半独立，想要找有 golf view 的，可是又不想要找太贵的，今天婷姐带你参观这一间哦，是两层半的半独立，在我们 Horizon Hill 的 golf if 哦，35×80，有 golf view， 只卖你1.68，而且还是装修单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间屋子外面的环境哦，走路这一边就有一个小步道，再来的话来我们进来参观看看这一间两层半的这个半独立的话，它的大门方向是向北的，我们的土地面积35×80，建筑面积大概是在2600 square feet 左右，车房的话你可以看到停两辆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而且旁边这一边你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话，它的设计这一款两层半的设计，它的半层是往下的，是在下面的楼层，所以有些朋友觉得婷姐两层半很高嘞，我家有老人家不要爬楼梯的，膝盖会痛。我们这一间特别的哈，半楼在下面，然后它是属于4+1间房6间厕所。一进来的话，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左手边一进门的左手边是有一间大家客用的这个厕所的，回到家人有3级的时候不用跑到你房间，不用跑到后面去。然后你也可以看这一个款式很特别的哈，它一进来的话，我们会先到我们的厨房的空间，在这一边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有没有很像那种电视剧电影里面一个洋人太太在煮菜切菜做蛋糕，然后有小孩子这边坐着高脚椅在等这早餐的这种感觉嘞。它这一边就是做成这种开放式的厨房，这一边里面呢都是壁橱，可以放置你买的一些瓶瓶罐罐、烤箱这些东西，全家是都是留下来的。还有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储物收纳空间，这一边呢屋主也安放了这个洗碗机在这边，所以都是走比较洋派一点的。我们这一款这一边的话，它放了一个4人座的这个小餐桌，可是我觉得你这边直接就改成放6人的这个大长桌都没有问题。旁边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屋身是非常宽敞的。我们这个屋款，再来我们这一边呢是家里的这个休闲娱乐客厅的部分，这一边只是很含蓄的摆一个3人座的沙发，你可以摆3+2+2都没有问题的，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们旁边走路的空间。最大的卖点是什么？我婷姐刚刚讲 golf view 嘛，对吗？我们是客厅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无敌的这个百万景色哈，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景色。再来的话也带大家去看我们刚刚说的两层半的半楼在底下。如果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平时的那些长辈房是不是可能只有小小一间房间嘛，对长辈来讲有时候太小间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想要大一点的话，其实这一个物款我自己觉得啦，我们可以做嘛，可以做给长辈自己有一个小 studio 的感觉就是你自己走进来。就我们这个物款婷姐自己觉得它可以做成给长辈，我们家的长辈有一个自己的小 studio 的感觉。楼梯一进来这边，可能你可以这边做一个折叠门，一进来这个空间或者坐在这边这条线这边一个折叠门也好，推拉门也好，这一边就是长辈的卧室它可以不止在这边放他的睡床，可能还可以放上脚桌子，然后这一边这一个楼层还备有自己的这个淋浴间厕所的空间，还是做到干湿分离。重点是你们看到吗？哇，这个壁砖超漂亮的，上到顶去的，而且这个颜色高级感。这边你还可以做个衣橱给他们。然后呢这边我们先来看这边，这边我刚刚讲做小 studio 嘛，这边可以拿来做什么？假如啦你真的要做给你长辈有一个小 studio， 我觉得这边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 kitchen 的这个 tabletop， 然后这边才放洗衣机下面的话其实它4+1间房，这边是有一间佣人房，小小的佣人房，
这边有一间哈、哦、啊，看到吗？我们单单楼下就有两间厕所，一间是长辈房的，一间是我们的这个哈、哦、女佣房的这个厕所。再来哈、哦，外面可以做开放式的厨房，给你的长辈 studio 做 ，OK studio 来用。我们走出来外面，哇，这边你还可以给什么？你这边可以给长辈放一个哈、哦、下棋的一个小桌子，然后他喜欢种东西嘛，对不对？这一边可以给他种盆栽，是不是感觉就像自己的一个小空间？旁边也是哈、哦，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往楼上去哈，这一个地方的话呢，啊、哦，麦哥说我们走这边，对，也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两层半，不只是从屋内可以下来，我们屋外这边哦也是有楼梯可以往下走的，是不是很特别的设计嘞？啊，如果是讲在找这 Horizon Hill 屋子的朋友，这一间两层半的这一个两层半的半独立，卖价是1.68，大门向北，然后我们的 view， 哇，现在这个天空拍起来太漂亮了，来带你们去楼上参观哈。四家一间房六间厕所哦，这边是属于永久地契的。我们这个 Horizon Hill 哦，它除了屋子漂亮，再来这边是有这个clubhouse， OK， 有我们的一个自己私人俱乐部，而且这边有自己 Horizon Hill 一个哈、哦、非常非常大，获奖无数的这个2000英亩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哦。然后这一边的话，连泳池 clubhouse 的泳池都是奥林匹克尺寸的泳池，还有网球场、羽球场、健身房和乒乓室。来，我们来到楼上了，你可以看到哈、哦，楼上这一个小厅的空间啊，小厅的空间是可以给你放一张沙发床，再做一个投影机的空间，或者放跑步机也可以的。在这一边它的空间感非常的大。再来楼上这里的话，它是属于有三房三厕的，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私人的厕所，而且每一间房很漂亮耶，方方正正的，楼上也是用这种很有高品质的这种木质地板，方方正正，你可以看到哈。然后我们的 ceiling， ceiling 的高度也是足够的哈，采光也非常好。你放了一张双人床，这边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做壁橱吧，直接做壁橱比较漂亮，做到上到顶去的壁橱。然后空间你看到吗？很大的空间，走路的空间。我们的这个厕所我也觉得很大间哎，你不要看镜头这样子哈、哦，依然是美美的壁砖哎。淋浴间呢？淋浴间在这边，看到吗？我们的淋浴间很高质感的哈，都是有这个干湿分离的玻璃门，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哎坐着的台阶，你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哈、哦、啊，这是一间在 Horizon Hill 两层半的这个半独立35×80的哈，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话，物龄大概是89年左右而已，也是有保安围篱区 ，Horizon Hill 肯定是有保安围篱区，加上保安相当严谨，一般人普通人是进不进来的哈，要住在这边的人或者是屋主允许的访客。我们第二间的房间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哦，方方正正的尺寸，我觉得好像比刚刚那间有大一点点 ，OK， 有大一点点。这一间的话也是一样，都是有采光，采光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哈、哦，一样你的这个睡床、衣橱啊，这些都是移动式的，你可以改成是你自己的壁橱啦。来，我们来看厕所，这一间的厕所也是一样，都是有做好干湿分离的 ，OK。不管是楼下的长辈房厕所，还是楼上每一间客房的这个厕所，都是做好的。所以基本上哈、哦，我觉得啊，这边的屋子，这一间你的厨房它已经做好给你了。房间哈、哦，要做的话就是做壁橱，因为它是用这种可以移动式的橱柜嘛，对不对？你可以自己改成做壁橱。再来，我们走到来主人房看看。哎呀，主人房大间呢，主人房哈、哦，半独立的主人房就是要这样的感觉，看到吗？这边是一个大正方形的主人房哦，你的睡床是摆在这个位置的，嗯，摆在这个位置的睡床可以啦，我觉得可以摆在这个位置的睡床。然后你的衣橱坐在衣帽间那一个部分的啊，已经是做好现成的衣帽间，看到吗？再来，我们转过来看这一边哈、哦，这边你就可以放你的这个电视。是柜在这一边，然后平时睡醒过后走到来这一边进去里面梳洗啊，这一边
的这个主人房的厕所就真的大间了，两个美美的洗手台，而且是有牌子的。然后再来我们又有一个啊，主人房的肯定也是干湿分离的，看到吗？这个颜色是深色的壁砖在主人房，然后还有马桶空间，连主人房哦看出去都是看得到这个 golf view 的景观啊哈。所以平时刷个牙，早上醒来刷个牙就可以看这么美的 view 了，是不是感觉心情会很好嘞？刷好牙出来这边就可以挑选你今天想要穿去上班的这个衣服了。然后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安排一个位置放个梳妆台给太太的啊。这边主人房早上睡醒，哇，还可以在这边看到吗？一整片都是这个绿油油的环境哈。 Horizon Hill 这边哈，非常多的外国人都会想要选择这边，或者一些退休人士，哎，也是退休人士首选，当然也是你的家庭的首选哈。更多的是很多高尔夫球爱好者也会在这买一套房子，哎，退休了爽爽就去打一下球嘛，对不对啊？这里今天带你看的就是在 Horizon Hill 的 Go If， OK， 在 Go If 这个小区的一间两层半的半独立，35×80的这个土地面积，建筑面积3600平方尺，4家1间房，6间厕所，永久地契向北，我们的大门是向北的哈。然后我们的后面呢，就是有这个无敌百万高尔夫球美景的这一间单位，卖价是多少钱？卖价是1.68 ，OK， 168万。我们这个地点 Horizon Hill 6分钟可以到 Bukit Indah 的店面 ，Aeon 12分钟你可以到 Eco Botanic。如果是小朋友读书的话，不用担心，12分钟你就可以到我们这边的 Edu City 哈，非常多国际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有。15分钟到哪里？15分钟直接到第二关卡 ，OK， Doss 那边只要15分钟的车程，非常的方便。20分钟你可以直接 Highway 下到去我们 JB Town 波底的这个 Ulen CIQ 这边，只需要20分钟车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麦哥听姐好介绍，跟我们预约过来看这间超级美房哦。然后如果是屋主们有屋子要出售，也记得联系麦哥听姐好介绍。像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啦，记得离开的时候给我一个 like 先，点赞关注。下次我们再见面哦，拜拜。